乱尿。我听到我简直吓到，只有一个水龙头，还有这个管子，你这个东西要一万六，你的工资是多少钱？你这当成我妈是凯子吗？人家做好了，你敢呢？我妈不是潘娜来了，没有打墙壁，你只有那个白色的那个热水管，还有装那个水龙头。请问一下，你的工资需要那么贵吗？没有啦，那个对，本来就是。我跟你说，那你的工资是多少钱？你从头到尾你来弄的，哦，总共也不到，你想，你这个管子，那加上那个水龙头，你要一万六。我听到我简直吓到，一万六！今天装一台冷气，人家那个装那个还要再装电线，还要再那个打洞。装一台新的冷气也两万多一点点，你那个装那个一个水龙头，装这个白色的，这个好了，你那一组三千多块，那你这个管线多少钱？你管呗。那你的工资是多少钱呐？你的工资？你这样问人家怎么跟你讲？哪有可能这样子要一万六，吓死人了！只有一个水龙头，还有这个管子，你这个东西要一万六，你的工资是多少钱？你这当成我妈是凯子吗？人家做好了，才你敢呢？我妈不是潘娜了，真的了，真的，你这样谁能接受啦？你这个管子，你也不今天不是给我换热水器的，今天换热水器也没那么贵，好不好？我没安我，我没讲你没安我。无就搁退你6000块啦，安尼算10000块啦，无可能讲安尼贵，你的工资是多少啦？退你5000块啦，安尼好无？退你5000块。6000啦。5000啦。好啦，我妈说好了，我也没办法了，我听到简直是吓到了，对吧？师傅不能这样子，我拜托，我就替我妈打抱不平了，当成凯子缺了的，你看像我这样子，装一个那个白色的水管，还有那个。那个普通的那个水龙头要16000。